彰化的南油工抢头香呢，同样也是涌进了大批的民众。去年拔得头筹的25岁吴梦汉，今年又抢到了。不过呢，现场真的是太挤了，这现场推来推去的，也造成了不少人刮彩。子时一到，抢头香信徒一涌而上，抢到头香的又是他，25岁的吴梦汉。再看一次，这名男子白 T 恤、篮球裤，像是个运动健将，大门一开，拼命往前冲，如愿插到头香，但这个动作太靠近香炉，推挤之下，手臂当场挂彩。明天不来了，为什么？太累了，还没烫伤。继龙年之后再度抢到头香，吴梦汉直呼太累，明年不来了。抢头香到底有不行？越接近深夜11点，门外信徒越挤越多，冲突一触即发。忙着维持秩序，队伍里这个人很眼熟，前年抢得头像的头香哥，今年退到了门外当志工维持秩序。8500块不是真侪钱啦，但是5000尔啦，我这是奖品啦。抢头香，抢到跌倒，在大甲镇南宫，一名白衣男子眼看头香就要到手，脚一滑，人重重摔在地上。幸好人没有大碍，不过这一摔挡住了后面一票人。最后抢到头香的，在另一头30岁的工程师。每年至少我前面都会有人，可是今年就没有看到人。对，就觉得蛮意外的。抢头香意外连连，就怕这种情况频频发生。鹿港天后宫今年不关庙门，改颁奖学金。除夕守夜迎春抢头香嘛，还是量力而为，意思到了就好。这是陈梦辉、李梦章、李思贤，CG小组台中报道。